死神来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谢谢网络，我重拳出击。这个片儿看完容易有后遗症，什么后遗症？想死，怕死的后遗症。哎，小心点儿呗。丑哥，抢手猎龙，我算是够呛了，我这还好我跑得快呀。你们这真是害人呢，这小丑啊！还好我这是灵光披风加相位猛冲，走。当你在高处的时候，总有些蠢蛋想把你拉下马，他们抓着你的脚，把你的漂亮鞋子弄得一塌糊涂。你赶紧清兵，我直接一手海克斯闪现，嘿，抢手猎龙，啪啪啪啪。谁都说自己不喜欢爆，可谁又不喜欢？别急啊。别急别急，我们现在有点脆。掏一下。这也不好杀呀，别越塔啊，塔不能越，让维恩在前面晃吧，我们在后边等啊。来，海克斯闪，掏一下，塔都跟。还行，打了个闪现。海克斯闪现。泰坦回没回家？泰坦回家 ADC 不死了吗？啊，致命点也掏回来，别死了啊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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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泰坦来了。那泰坦怎么的呢？抢手猎炉，没晕，加血加血，阿杜跟，你跟我打，我掏回来，别打死，哎呀，他咋吸血了呢？他加血了，这两个没晕上，要不然维恩还能帮我把泰坦杀了。我的问题，我们的有问题啊，这有问题，直接本甲吧，这肯定是快要打架了，我感觉毛都立起来了。维恩太菜了，维恩不菜，我的问题。
刚才的闪现怎么好了呢？拖延之间，闪现掏回来，打都跟，我打死他。别急啊，来掏回来，快跑！好点烟，我偷个车。哎呦我这小丑，这沙口，沙口挺坏呀，沙口。别急，哎呀，这坑这么痛啊！哎呦。哎，我没寻思他能一个扣把我撇死，我寻思我剩一丝血，把他们勾引出来，然后让那奥拉夫过来，我再放个 W。难呢。这晚豪得出炼金罐儿。这波维恩没六，先算了。偷回来，别上！我给你个 W。 哎来，海克斯闪现偷回来。致命点烟，阿杜根，双杀。给你拆一波塔，1800。挺贵呀，差1000块钱。吃兵又 K 头，我就吃了15个兵。再说了，那人头不得拿来犒劳犒劳我吗？别打他啊！阿杜根，漂亮，掏回来。我们有问题，刚才我 NS， 但是还是被打了。骨头折断的动静，落袋的响声。到了。我来 C， 那能行吗？那不得 ADC 来 C 吗？如果有人在看我打架 ，ADC。稳住，下路乱杀，行，乱杀，马上我闪好。来，海克斯闪过来。偷回来。阿杜根，咱就不放大了。这维恩也没啥人头啊，一血塔没人吃，我可自己吃了啊。这要没人吃，我可自己吃了啊。
算了，你们吃吧。掏回来，你阿杜根，我就不抱他了，闪现抱他我就有点浪费。我们直接过来闪现，闪现掏回来，起飞了。我补个炮车，回家我们出本甲。这把确实我们就是功能性了啊，我们就是跑得快，功能性三速还外加我们的本甲，再出个炼金罐，一个字儿和熬跑，跑得快，平速500移动速度就差不多了。海克斯傻，你这闪什么玩意儿了呢？就一个人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闪现不要钱啊！我操！给那维恩挡一手。去上路帮他赶上一波啊！我看看这杰斯。哎，算了，海克斯闪小驴人，我打破牛街点烟，再见，死，起飞了，我掏回来，打破牛，你怎么死？没事，我跑得快。哎，这永恩怎么死了呢？我给人抱回来，他咋死了呢？真惨呐、啊！真是惨，我要写个惨字。是我辅助出来的 ADC 啊、哦，海克斯闪现，掏回来，啪啪啪啪，好 Q 啊，泰坦。我来看看红有没有，这都已经杀到高地了吗？抢手猎鹿，打破溜闪，
飞没了，上路还对线呢，打他去。我来啦，勾引一手，再见。现在是478的移速，我们主要是负责开团。晕完把人往回背，我单杀这 ADC 能不能杀？试试啊！我跑得快不快 ？ADC， 我跑得快不快？再见。哎呦我小绿抢手猎炉，等会儿啊，来让他打来啊，都跟我没技能了，致命点燃，我杀，海克斯闪现掏回来，我这辅助装都没完事儿就腿没了，飞了吧，飞了下班。抢手猎炉飞回来，我跑了，你们打，我退不下来了。蓝天汉不想加班，现几点了？哎，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下班呢？真是的，咱什么时候5点钟下个班？没有。穿稀的时候，那没办法，那我还能就近解决吗？先来个炼金棍，我们再出个跑得快的装备，出个那什么吧，那叫紫炎之力，我曾经替别人赚钱，要你们看看我的移动速度，哎，我还连用都没用。